Hello， 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哥白视频。今天啊，小哥又拿到一个影片了，从我好友这边拿来的。那他说这个影片呢，他说非常有趣。那这呢，应该是2015年底或者是2016年初的一个影片，好像是一个参加直播节目的一个花絮。好吧，那我们赶快来看这个影片啊。据说，大哥的定力非常好哦。那我们就来看大哥的定力是如何的好，好不好？开始吧。我叫徐小诺，然后是刚刚毕业，从武汉音乐学院是你的师妹。然后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？自我介绍了，我花花，你先说回话，你说我们学院。然后我是梁希斌的室友。梁什么？哦，你连他都不记得，好了。这样的感觉有点尴尬。来，随一点，随一点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张思。啊，你好帅哦！哇，你好帅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好，我是你好，永轩。哦，你是韩国人，哦，你长得果然很像韩国人。因为我刚刚我也是从韩国录完一个节目回来，对，然后还没开始，对，我也喜欢唱歌，我也喜欢唱歌，有机会一起唱歌。OK， 好 ，Yeah Yeah， 感谢你的，怎么感觉场面有点尴尬？你叫什么来着？叫可儿，可有点主动的感觉，好酷的名字。然后就是你手可以了，手放下，好瘦啊，一直都这么瘦。然后哇，这个妹子穿的有一点露了。然后你不是在演唱会上面唱过那首歌吗？浮游，浮游。然后那天我就因为在这里面嘛，心情有时候不太好，因为好久没见到阳光。然后听到你唱那首歌，就直接就是你那首歌上。就是直接，上音乐 QQ 音乐了，因为我们只能播放 QQ 音乐，然后就每天观察你，然后那天看到你的歌新歌出来了，然后也是在演唱会听到，演唱会上面你唱过，这个是告白的意思吧？哭了吗？就因为就很久没看到你了，因为以前都会经常刷你嘛，在微博上面。别难过。然后现在没有手机。就这样一个。没有手机。我也是武汉，然后我在武汉上大学。哦。然后你是武汉音乐学院毕业的。对对对对。我就是看着你一路走过来的嘛，就是13年，就是把现场的人都怎样无视的吗？然后觉得你的音乐特别好听，然后感觉你的音乐有一种特别，就是天天唱那个什么天才啊，我就是风。祝可儿，时间到了。难怪说可的定力非常好。你又补了个妆吗？没有，我刚刚换了双拖鞋。啊，那这一段是已经是后面的那种直播完了。来来来，大家拍张照。在哪？在这吧。女生好啊，好啊。我们这样拍吧。来，你们女生拍吧。我怎么感觉这个妹妹好像有一点想扑过去的感觉？赞助啊，赞助，没关系。你们俩可以先单独拍，没关系。你先撕下来是吗？最近没化妆，真的是。那算了，不撕了，麻烦。坐，再拍一下。然后我们是坐着拍，对，好像有点酷。坐着拍，没化妆。一二，天哪，这个女的也太主动了吧。坐下拍吧。好了，走开，不要再拍第二张了。我们很忙，画画很忙。来，女生都过来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再拍一张。好，不，安心的，我就不。OK， 让他先拍一张，让他爽一下，这辈子。花衣服多少钱？别，不准接，多少钱？没看到，没事，他特别爱心男人。快！好了，过来，花花时间宝贵。在哥的面前表现这么温柔，在同事的面前这么暴力。OK， 这样拍，酷哎！我是工作人员，公主。一二三，这可以。再来一个。一二三，好了，男生拍吧。OK， 男生，我拍。来，男生拍。我走的时候让他按，花花也是个 relax。这个妹妹真的也太主动了，真的。可以这样吗？可以随意。低点。耶，还有我们假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什么假笑？二一，再来一张。三二一，做一个表情，为什么？
谢谢。这个时候哥能摆出这个表情，我觉得就不错了。请坐吧，坐吧，我们带过去吧。大家坐着聊，来，我想吃个别的。天哪，这个你们没有别的，这个妹子也太比。花花你好，有现在有点过了。我是陈心蕾，我好喜欢你的那首《地球之盐》。地球之盐吗？你可以下下来听啊。是的，我昨天才出来这首歌。哦，嗯，你们也今天应该就能听到了吧 ？Q Q Q， 马上今天晚上我们所有人的房间。对对，昨天是在其他的地方首发，好像是。恭喜恭喜啊！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恭喜恭喜！可以唱两句吗？怎么感觉这个妹子想把歌吃掉的感觉？听一下，因为我都听不到。是可以放一个吗？没关系，下等你们静下来的时候再听。我觉得那个不静下来没有时间听。我觉得那首歌它需要一个人的时候，那就是我觉得这个氛围听这首歌会有点点感伤，好吧？对，有点怪，对，对，随意。花花，请评价一下女神的豪宅吧。好美。他打字有点慢，等一下。对，他是打字。想不想住？想住哎，其实我还蛮想。真的吗？我们这里有 VIP 房。想跟谁住？什么？想跟谁住？想跟谁住啊？我能不能自己一个人住啊？我们这 VIP 高级套房，把那个房间让给你。有一间，有一间 VIP 高级套房，它有吃的。花花，我们的房客当中，对哪位房客印象最深啊？房客当中啊？我们是房客啊，房客当中对可哪一位？可儿，评价一下。哇，这一下评价一下可儿吗？这一下让那个妹子的心里开花了，可爱，然后。人很好玩，然后，主要是他也来看过我的演唱会，我觉得三场都去了，都在第一排，哇，都在第一排啊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第一排，所以什么都能看见，什么都能看见，就是你在上面唱歌，我就看得很清楚啊，对对，然后你在那个台子上跳的时候，很帅啊，那我脱衣服你看，然后你第一天那个必须看啊，我穿的是那个上面有一个特别花，然后那个衣服上，其他的女孩子呢？啊！哇塞！我们没有，那是不断的打牌。我那是超市，全是粉丝送吃的。真的？你那有吃的？各种。有什么吃的？但是很多人送辣条，你知道吗？他停不住的。很多，我停不住。肉类，我知道你爱吃肉。根本停不下来。鸡翅。应该去超市逛逛。先去超市。超市有桶吗？对，随便扔。哇，找到他的世界了。这是哪儿？我进来我就带了两盘。太乱了，我这最乱。为什么会有辣条啊？粉丝记得，因为我说我爱吃辣条。辣条小公主 is me。这个好吃吗？我吃过一次。你这一拿着之前，碰到吃的真的是没话可说，你知道吗？你爱吃的比较高档才能多吗？什么鱼儿啊，肉的，有什么区别吗？哎，别打广告啊！王萌，你悠着点，别打广告，这段播不了。没打广告，没有牌子。啊，播不了，播广告，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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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广告，你真的会不好意思吃啊？你真的是我的朋友，拿走，这个是快签个名，喜欢你，房间好特别啊。没有，这是违禁品。这个是什么呀？你的书啊。我还有书啊！我买了。不，我真的好认真哦。然后就带进来了。然后这里面，哇，这是谁做的？这是歌迷做的吧？我不知道，反正这卖的很贵，而且反正我们唯一，我帮你保密，帮你保密。不是，这个是他们奖，他们上次完成任务然后给我的奖励。那就签名吧，真的不要了，给他签名吧。签名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要一个啊，没有。这个画，我有这个，有画笔，哦，对，用画笔签个名吧，签个名啊。可以。可儿把你最喜欢的 Hello Kitty。可见他真的是哥的歌迷。管心蕊要个拍立得，忠实粉丝，但是真的是空场了，什么感觉？对不起，我忘了。想要霸占哥那种感觉。来，这是铅笔。心蕊刚刚说，大家一起来，你要筷子，不要，你先用那个原箱的用。哇，这个影片看完，果然如我朋友说的，定力非常非常的好。哇，如果换成是我，可能今天就受不了，可能等一下
工作完可能就直接要那个联络方式之类的，不要那么大声，等下被发现。好，那也是我，可能弟弟没有像隔着嘛。哇，哥真的是太佩服了，竟然面对这样子的妹子，哇，这个简直是整个人想要扑过去把人家给吃了那种感觉。对我来讲，如果是我本人，我可能会觉得有点非常不自在哈。那真的我也不知道大哥在2015年这个时候的他有办法稳住，有办法定住，完全在表情上面看不出来他有一点紧张。但是呢，这整个视频看起来就是有点像大哥呢就是羊入虎口那种感觉，就是哦，里面其实全部的都老油条那种感觉，那大哥就是进去一个老虎的洞穴里面那种感觉。但是是非常好玩，非常好玩，过程都非常好玩的哈。那我觉得结论呢，不管哥的定力有多好，面对旁边两个妹子有多好看哦，不管哦他们做出来的举动让哥有这么的怎么讲诱惑还是之类的，或者是那种真的是非常的大胆的跟大哥来做告白，我觉得哥的定力是非常好。但是呢，面对食物破功，只会看到吃的。什么定力，不管身上带了多少的法宝都没有用，马上破功就要吃的。好，那这个影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或者有没有觉得非常有趣。那今天的小哥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拜拜。